科普中国。今天我的好朋友小鹿、小猪和小马都来找我玩了，那我要给他们做几个可爱的宾格，方便他们玩耍。宾格的模具我们的家里都有，也很常见，所以即使没有特别漂亮的模具，小朋友也可以在家就做出好玩又有创意的作品哦。那我们先准备三个可爱的宾格模具，小苹果、小心、小五角星。看来我的这几个好朋友好像也对这几个模具非常感兴趣呢。好吧，那不要让他们等太久，我们马上就开始动手制作吧。三款魔力沙，我们需要准备紫色、绿色和粉色。魔力沙的颗粒非常的细腻，而且不伤手，造型的时候也不会变得很干，非常的方便。好的，那我们首先把紫色的魔力沙放到小苹果的宾格模具中，让魔力沙全部充满，按压平整，然后把模具扣过来，再把模具取出。我们看到，哇哦，小苹果的图案宾格造型就出来了。我们再把绿色的魔力沙装到星形图案的宾格模具中，把每一个角落都弄得很平整，扣过来，绿色星形的宾格造型也就出来了。同样，五角星的魔力沙宾格造型也做出来了。我的三个好朋友就可以在上面自由地玩耍了。看他们玩得多开心啊！魔力沙是一款适合和好朋友一起分享的玩具，可以做出各种有创意的造型。小朋友们还在等什么呢？也叫着你的好朋友一起分享快乐和喜悦吧。科普中国。